这门好像根本就没开过。开过，里面有人的，我进去过的。这门锁了。有人吗？快开门！能听见吗？开门啊！陈默，死鱼事件之后，整个湖边我们都挨家挨户查过，这里肯定没有人住的。有人的，真的有人的。真的没有人住。开门啊！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小心！变成这个样子的，陈默，不是这样的。回家，他们在我家对面。走啊，上车，快点！开门！陈小姐，开门！陈小姐。我想问一下，楼上的902有没有人住啊？没有。那前几天呢？这房子房主上道以后，这房子没卖出去，死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还有一个地方，皇都酒店。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快要倒闭的公司，可能现在有人在背后给他注资了。我们去找啊！你带我去找啊！我们去找皇都酒业呀！陈默，我们去找，快！我想起来了，还有一个地方，我们去那找。那边向右拐，前面是吧？对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
你们找谁呀？找你们董事长。满贯，有人找。谁呀？谁呀？谁找董事长啊？大爷，你们这儿是不是倒闭了呀？哎，小伙子，你别小看我，我们是倒闭了，可那是以前的事儿。我们现在已经收购了国王酒业，马上就要重振旗鼓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你们董事长的？姑娘，我就是董事长关世忠，货真价实哦。是啊，他就是关董事长，我没骗你，他在美国弄了好多钱，我们马上就要开业了。姑娘，你是来帮我们代理酒的吗？姑娘。沉默。这是你家？不是，是董事长家。他不敢让你一个人住在外面，怕不安全。他恨死我了吧？说实话，我看不出来。要么是他隐藏的太深了，要么他根本就不恨你。啊，这都是给你的。我都已经把他们吹干了，只有你父亲的手机，我想你可以查一查，也许能找到有用的线索。现在时间已经太晚了，要不明天再打吧。你就早点休息。陈默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能再单独行动了。林乔，谢谢你。
没有人是一座孤岛，我们都需要朋友。早点回去吧。还在担心小莫这孩子啊？建国走了，我不能不管他呀。我看，你除了担心他之外，更应该关心关心自己。这孩子是建国的法定继承人，如果他现在要撤资，我这就难办了。可是他在竞标会上让你平白无故的损失了1.5亿，我想陈建国在你公司的股份还不够这点吧？嗯。我不能因为这个就不承认建国的股份啊，所以只能让林桥先稳住他，等金牛坝工程走上了正轨再说吧。下的死命令，你放哪儿？我喝。哎，没有，去叫他下来。好吧。跟您说说。小莫，来，过来坐。小莫，哎，好，哎，坐坐坐。
小木说几句话。啊，行，我正好打个电话。嗯，叔叔，我住在这儿不太适应，我想走。小妹儿，你爸爸出事了，我希望从现在开始把这儿当成你的家，安心的住下来，可以吗？对不起。你看，现在薛云阿姨也住在这儿。你们要是住在外面太危险，我不放心。汤喝了吗？喝了。小妹儿，叔叔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很多年前，叔叔和你爸，家权叔叔、田林叔叔，我们在金牛坝插队。回城的时候，我们四个人兜里加起来还不到5块钱。我爸跟我说过，可我们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，是不是？别有心理负担。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。小莲，你别去了，在家好好陪陪陈妈。已经鉴定过了，并没有找到任何他杀的痕迹，还有证据。也许没有人推他下湖，但一定用了别的办法。你想说什么呀？走投无路，非死不可。比如说，他要不死，就杀了我。小莫，我要再强调一遍。你以后千万不能再单独行动了。那个叫 Michael 的，有消息吗？还有一条线索。谁？林小龙。我的遭遇跟袁小萌的很相似，家没了，公司破产，都和那个 Michael 还有陆根农有关。我们找到袁小萌，肯定就有马天林的线索。
他能找到马建明的线索，那我们就能找到新的线索。张家全疯了，夏伯清糊涂了，理论上只有马天林是清醒的，他应该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关键是袁小萌在哪儿？我知道怎么找到袁小萌。小萌，你稍等一下，我查一下。对，有，他今天上午来登记的。能不能麻烦联系一下？我们想现在看房。没有问题，不过他有一个条件，他要付现金，而且一次性付清。这也没问题。那您稍坐一下，我马上就跟他联系啊。跟上他。不能连累你，以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帮忙，你得保护自己。现在你是我唯一能够相信的人，你也相信我，我能应付的，好吗？好。小姐，你找哪位？刚才进去的那位业主，他住几号？哦，七号别墅，怎么了？我找他。找他？你约好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我不能让你进去了。我不进去，麻烦你给他打个电话，就说有一位叫陆耕农的先生要见他。陆耕农？建北首富？对，我是陆耕农的秘书，他马上到，麻烦你先通报。是，陆耕农在哪？门口。哦，这样，你让他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出来接他。嗯，好。告诉你啊，陆耕农来了。
知道我们躲在这儿了呗。老躲着肯定不是回事儿。你是不是考虑过来见人？我哪知道他怎么知道的？我出去了。我就是去中介卖我房子。农我还是认识的，你冒充的。我怕您不出来，所以骗你来。想见我何必用这种方式？对不起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。走吧。你不是来见我，是想见马天林对吗？没错，我是从公寓楼搬出来了，搬进别墅了，看起来并不像破产，对不对？还有，你认为我是在说谎，说马天林破产逃走只是借口，对不对？小孟阿姨，话都被你说完了，那你就直接告诉我，我爸跟天林叔叔搓麻将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什么事儿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告诉你吧，马天林生意上的事儿从来就没跟我说过。小孟阿姨，如果你不说的话，那我就一直守在这里，我就不相信天林叔叔他躲一辈子他不出来。哎，小莫啊，小莫，你是把小萌阿姨的境遇想得太好了。你以为我住进别墅就是在这当女主人呢？我是在当保姆。保姆？你当保姆？没想到吧？我现在不值钱了，一个亿万富翁的娇妻，当年的选美小姐，现在居然沦落成保姆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就因为我找了个好老公了。天林叔叔，他怎么了？他不光是公司没了，亿万家财啊，一夜之间全都蒸发了。入股金牛爸的钱又拿不回来，现在还欠了人家钱，1000多万呢。过去这1000多万真的不算什么，可是现在没钱了呀，1000多万能压死人呢。可是债主说了，可以暂缓不追究，但条件是我得去当保姆。那天林叔叔怎么说？沉默呀，沉默。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。你说大难临头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是不是应该挺身而出？就算是死，也得图个壮烈吧。我问过马天林，我说你是想让我做烈女呢，还是妓女？你猜他怎么说呀？他说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哈，这像是一个丈夫应该说的话吗？哎呀，真的是，你说我做长辈的怎么能跟你说这些呢？实在太丢人了。对不起，小孟阿姨。可我还是想问一句，这7号别墅的主人，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哎呀，小莫，你知道阿姨平时根本就不关心生意上的事儿。我只知道，他就是打败马天林、张家全和你爸的那个人，好像是个非常厉害的生意人。我爸遗嘱里说的，就是那个人，他的英文名是不是叫 Michael？ 这我就不清楚了，我根本就没见过他本人。就算是马天林、张家全跟人斗的时候，也没见人本人，只见了手下。他手下是不是有一个叫段元的？那我哪知道啊？他不止一个手下，也不止一个公司啊。你看，我还跟他的手下一起打扫房间、收拾东西呢。听说他过2天就搬过来了，你想见他，你就过2天再来，好吗？哦，我得回去拖地了，你要不要进来坐会儿？不用了，谢谢阿姨。好吧，我得干活去了啊。
桥，你说我能找到杀害我爸的凶手吗？现在问题的关键是，你爸是怎么死的？只有知道这件事儿，才有可能找到杀害你爸的凶手。我爸死了，我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。现在这个电话号码是我唯一的线索了。沉默，您是我爸的朋友吗？这个电话肯定有问题。问题，万一是过路人接的，怎么可能？路人要么不接，接了为什么不说话呢？对，应该有问题。这是我爸去世前打的最后一个电话。老马，是我。林助理你好，帮我查一个号，56784332。对，查他干嘛呀？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对你来说，还不是举手之劳吗？稍等一下啊，我来查一下。哦，查到了，这是大朗陵园公用电话，使用次数比较少，一月也就打过33次。你帮我查一下3月18号前后的通话记录。18号前后有20次打给13633939339的号码。那最后一次？最后一次是3月19号凌晨3点。多长时间？15分钟左右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老马。不谢，再见。一个月给我爸打了33次的电话，最后一次给我爸打完电话，我爸就出事儿了。最后一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已经下飞机了，我就在机场等他。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，我爸就不在了。我爸就出事儿了。去哪儿？大朗陵园。为什么要在这儿打电话呢？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是这里的工作人员打的，要么是鬼打的。33个电话有20个打给我爸，我能确定是这里的工作人员。对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这个电话平常有人用吗？这个没有，我们都不用。办公室里边有电话，那会是谁来打呢？
哦，那些吧，那些清洁工他们经常都在用。清洁工？走。大爷，我向您打听一个人。啊？你说啥？我向您打听一个人。哦，这儿都是死人，你要打听谁呀？一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女工，瘦高个儿，短头发。哦，你说她呀？她辞工了。辞工了？哎，什么时候？听说家里面出了点事，就急急忙忙地走了。刚走不久，大概一个多钟头吧。是不是接到我的电话以后辞工的？是不是知道我是陈建国的女儿以后才辞工的？有可能。他跟我爸什么关系？是不是到我家取走保险箱钥匙的那个人？大爷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在哪儿？您知道吗？都叫他王姐。听说是从外地来的，他从来不说他自己家在哪儿，也不用手机啥的，有事啊就去打个公用电话。您知道他的全名叫什么吗？这个我还真不记得，不过好像没有什么人叫他名字的。是不是叫王丽？王丽？哦，对了，就是叫个王丽。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的？没有，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哎，都干了十年了，啥也不说就走了。谢谢啊。谢谢。保管箱钥匙，王丽，这个王丽现在是最重要的人了。是。喂，董事长。好的好的，我们这就回去了。他说家里有贵客来了，让我们一块回去热闹热闹。走吧。我现在哪有心情热闹啊，我把他害得那么惨，躲都来不及。可他说了必须要带上你，走吧。我来介绍一下，我弟弟聂航。我们不是绑匪，我们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孙立，这就是我的死法。Hello， 干嘛？建国的女儿小莫。建国？陈建国。哦，记得记得，陈小姐你好。他怎么了？明天是建国的葬礼。天很高，那是天真，那是梦想和梦想，
是两个相残的根。那是情很重，是一起的守住情深。当彼此在路上蓦然回首，才发现岁月留痕。那是天真，那是天很难，那是盛开的心事已凋零在梦醒时分。梦醒时分，那是天真，那是心很重，那是熟悉的路上无尽走走。陌生的人，陌生的人，陌生。心事分，那是天真，那是心很重，那是熟悉的路上无尽走走。陌生的人，陌生的人，陌生。